快为金钟50按赞，天天送5000，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乐抽6万大奖。来，先生，你的猛男料理好咯，谢谢。你没听错，想练肌肉，现在还有猛男养成料理。现在我手中呢有上班族餐，还有国手餐，这量级能够三级跳的关键就在于肉类的多寡。由健身教练一手打造，针对族群推不同菜单，上班族营养要均衡，肉比菜1:3，加上正常饭量，健身族肉跟菜马上升级成各两种。若到了国手等级，除了饭缩减成1/3，肉类更得多达3种。能长肌肉的花椰菜、红萝卜更是每天必备。它里面都有配过，就是它的营养成分都有算好的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吃起来是蛮。自己会觉得蛮心安，慢慢我们业绩成长是翻倍在成长。除了猛男料理，另一家针对健身餐特别推出无油无盐来吸客。每天坚持现买现做，这家业者开卖的减脂餐干脆直接进驻健身房内，光是米就得动用10种谷类，加上水煮鸡肉，主打全程不调味，一个月就能卖出600份。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喜欢吃无油无盐的餐点部分，对，觉得这样比较健康。对，台湾运动人口高达80%，光是锻炼还不够，连带健身食补靠食材加强，现在正夯。记者谢耀真、李佩轩、桃园采访报道。